如果我搭捷运就可以用，就是到西湖站，麻烦请叫我起床。啊，我有白板笔呢，我白板笔就可以在上面画图哎。好了好了，好，薪水小龙上班喽。上班。我是佳妹。没默契的。我是佳妹。是木木。10:53。我们现在在居家上班。居家上班。小峰也是要找点事做的，没错。所以我今天要来做自己做那个防疫面罩，对，为了等一下去买东西的安全，避免人家喷到我的眼睛。对，而且是要用家里有的东西才可以，不用自己出去买了。资料夹，然后反正就这样把它这样剪。我也很好啊，我好了，我现在很好了，已经好了。积分为2，然后留下一片就好。然后下一个小材料就是这种软软的，这个就可以垫在额头的东西。软软的，我只有布哎，老师可以吗？用布？可以啊，反正就是你那样垫着不会痛就好了。有老师，我找到了一块。我靠，超大块的，是多怕额头痛？我额头太大了，它需要保护。嗯，我想也是，我只需要这样剪成两条，因为我的不够长，因为我们要等一下粘在这上面。老师，我真的太厚，超级难剪，希望这剪刀不要坏掉。把它粘在一起，变成一长条。下一步骤就是把它粘在资料夹上面。好，稍等。默默同学，请跟上。反正呢现在就在他海绵的另外一面粘双面胶。老师，我可以先去睡个觉吗？你看 你慢到他要去睡觉了。老师，我刚刚看到他偷打哈欠，要没事了。撕好双面胶之后，就是粘上那个缎带。粘缎带吗？对，就是粘可以绑住你头上的。老师，我今天准备的那个。也很特别，我看是什么？老师，我刚才找到我就是尘封已久的奖牌，要用上面的这个袋子用，因为这个奖牌呢是我当初游泳第三名，但是我所做第三名呢，因为只有三个人参加，我要把这个奖牌的这个线剪下来用，牺牲哦，没关系，我不在乎那个奖牌。对，因为只有三个人。啊、我是用礼物盒缎带，可以用缎带，粘上去，神奇的事就要发生了。缎带就这样靠在额头上就完成了，然后绑起来。老师，我发现我现在戴发带也没有办法。你真的问题很多，都会重复。好了，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面罩。下面的好好笑哦。哇，它那个太厚，很难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很凸哎、欸。如果我搭捷运就可以用，就是到西湖站，麻烦请叫我起床。啊，我有白板笔呢，我白板笔就可以在上面画图哎、欸嗯。可以帮你同事征友。对啊。交友就帮他写交友专线，这真的是就是家里如果真的是突然要去人很多的地方，那可以。稍微自己做一下。今天课程结束，防疫面罩如此简单，大家都会吧？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要干嘛？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出去吧。还有，如果有什么想要看我们做的，也可以在底下告诉我们，我们会利用上班时间做。谢谢 Abby 老师，谢谢 Abby 老师。